好，Lakim Sofa 啊，美萍 Aunty 在这边28天哈，你觉得他的服务如何？很好，很满意。满意哈，他在帮忙照顾 baby 方面的方式有什么意见吗？很好了。好，OK，然后他在卫生方面是否 OK？OK，可以。对，然后在主食方面呢也是很好。？OK，然后在 attitude 方面呢，好像说沟通方面或者在他的 attitude 方面有很什么好，意他见？会很像很多东西，我不用跟他讲，他自己会主动帮忙这样。然后在你这个是你的第一胎哈，说在孔繁们奶奶的帮忙下，你有学到什么特别的 tactic to handle baby 吗？有，他有教我怎样帮 baby 冲凉，然后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注意这样。在就是你很多方面都有学习到孔繁们能力方面的帮忙了哈。OK，好，so 你会介绍我们给你的亲戚朋友吗？会，我的先生有，你带我的先生已经介绍给两位朋友了。So 在你的朋友的周围的一些经验，有没有好像说 confinement nanny from MOM registered 的 company，跟 freelance nanny 没有 work permit 的情况下，有什么不同呢？不大清楚啊。可是，有一位同事他有请那种 freelance 的 nanny，他是跟我说他差点跟 nanny 吵架，说我不大清楚是不是 freelance 的 nanny 可能有些会比较难沟通。然后在有工作准证的情况下，也是一个保障，对吧？对。OK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 Lakim 呀。